Channel， 我是 Akio， 我是 Peach Pauline。Yeah， 今天我们来到哪里呢 ？KLIA。呀，我们要去哪里？阿布达比，然后转机去 Paris， and then 还有 Switzerland， 意大利罗马。哇！我们现在要进去里面了，拜拜！辛苦啦，等下见。 现在我们呢就在飞机里面啦，然后要展开我们17个小时，对，17个小时的旅程。那我们第一站呢会去到阿布达比，转机2个小时，然后再来多7个小时的旅程。哇，很恐怖哦！我们坐什么 flight 呢？我们坐 Etihad， 不错，对。 现在我们来到阿布达比的机场啦！耶！嗨！我们现在还有2个小时就要飞 Paris 了。哟，现在呢，我们来到 Paris 啦！ 我们现在前往着我们的 hotel。我们肚子饿，然后这边看到 restaurant 跟 bar 都关，他就给我们吃饼干呢，来试试看一下。哇，好吃好吃 ！Thank you so much。Very good。 大家如果来 Paris 的话，可以去买一下这个零食，真的很好吃，我没有骗你们的。口感就是脆脆，然后又有带一点酸，然后又有甜，而且又有巧克力味道，哇，棒啊！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的酒店了。 它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它叫我们搭电梯上楼上哦。那我这边按哦，我是按，奇怪为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这样？而且看到这门好像很怪，啊，像冰箱，很小个。OK， 现在我要一个人先上去，因为不能2个人同时上，所以它只能装一个人。一个行李说拜拜。现在到我一个人要在这个小小的空间。 我打 lift 了，哇，好可怕，还会自己关，就很小个，吓死我！啊，吓到，可以帮我开门吗？证明我们还很瘦。我们要进去我们的房间了。哇，好浪漫呀！虽然是有点小，但是。 感觉很不错哎，我就喜欢这个。不是，我想有个阳台。我们现在呢，走在巴黎的街上，然后我们正在要去吃晚餐啦。英英都要化妆出来，英英都要啊！虽然是坐了很多个小时的飞机，差不多一整天了啊，终于来到我们的 hotel， 我们的目的地。是的，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很冷啦，是吧？我很冷哎，可是我没有想象中的冷啦，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这个餐厅，就是刚才我们的民宿老板跟我们介绍的 Villa Restaurant， 来过马路。不错 ，chicken cheese 暂时还没有吃到它的奶油味道啦，但是整体不会难吃，价钱就很漂亮。这一碗已经是18 euro， 这杯水3块半，100多块哦哎。来到 Europe 就是不要想钱，就是要 enjoy 嘛，对不对？不好你讲的话。enjoy 嘛，在这嘛，你知道这个人发生什么事情吗？这个人，我为了要拍照就，然后我的心就歪掉了。那我们要 check in 了，然后我们等下要飞去 room， 然后我们要 meet 谁呢？我们的 travel manager。这整趟 trip 呢，我们将会跟 Contiki 一起旅行，还蛮期待，还有兴奋的。我们要去 check in 喽。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 Rome 啦。哎，很漂亮哦，真的很漂亮，后面很漂亮。你美一点还是他美一点？当然是我啦。 差了，少了一个7.50杯。你的信心哪里来的？心里来。 So we want to take a seat just for a moment, guys. 现在呢，我们刚刚跟那个 manager 见面了，然后跟我们的整个 tour group meeting 完，然后跟我们讲解整个这个 tour 的行程怎么样走，然后有一个 picture 说他是怎么样 run 的。对，他有给我们几个行程，然后给我们选择要去哪里。在这一个8个地方呢，我们选择去4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明天我们在罗马会去梵蒂冈之旅，就是 Vatican，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地区，对。而且我们买的票是直接进去哦，不用等的，还蛮期待明天的旅程啦。有食物了，不要讲啊，有食物了。 我们现在吃完晚餐了，然后我们要回去睡觉，因为真的很累到我不知道要讲什么话了。我们明天见，安妞。现在呢，我们要坐 Contiki 的巴士。知道吗？我们的导游呢跟我们说，每一天早上都要听这一首歌，就是我们只要上到巴士呢就要听这一首歌。 In a container with some water for a month, typically wise, the only thing that is certified. So even this flow actually.